好，那现在为各位来介绍 WAK 加装微捕座它的出处。好，好，接下来为各位来介绍我们最近开发的一个新的产品，叫 WEPSTAS 啊微捕座。哦，那这一把是 WE 的 AK。那上面也是装了我们的微捕座，这回去再拍照。那我们一样，今天所搭配的弹重是 BLS 0.4。啊，那一样为各位来做一个射击的弹道表现。啊，那我们透过镜头来看它的飞行轨迹。它增加了非常多的有效射程，而且飞行起来非常的平稳啊！这是我们微捕座所对应尾翼 AK 所展现的一个性能。